笑屁啊！乔安姐要开会了 ，news 哥呢？等下到会议室等我，有一个专题想跟你讨论，顺便帮我拿一点酒，不然我给你两粒地雷。今天新闻部很热闹哈。奇怪，那有一个人跟我生这么像，弄这么水的。借坐一下啊。你知道我谁吗？讨人厌的宋乔安。还不是你塑造出来的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，乔安，跟你讨论一下专题。为什么艺人这么喜欢卖手摇饮跟拌面？现场好几个哈。因为好吃又好喝。那也祝你老公生意兴隆啊。老公。等一下，乔安真的没有这样子。对不起，我太入戏。我现在回到主持人嘛。生蚝今天早上才从法国赶回来，辛苦你了啊。改天我们找时间玩狼人杀，好不好？你们现在还笑得出来啊？待会就要颁奖了。其实现在每个演员心中都有一个很强大的对手，那个人叫做谢盈萱。大家好，欢迎主持嘉宾谢盈萱。乔安好。先跟大家问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谢盈萱。哟，金马以后架势果然不一样。麻烦你侧面给观众看一下，很少有人带毛笔来参加金钟奖的。对不起，有人说这是海苔饭卷，我只是肚子饿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吃而已。哦，对了，我必须说，他真的是我心目中很棒的演员，金马影后。谢谢。环球新闻我看完，我特别喜欢一场戏。你介意我放给大家看吗？不介意。在当中，他可以变成男生，也可以变成女生，尤其他变身金发的时候，请看环球西门片段。你的问题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的，而且下一次碰面，我们要收费，一次50分钟，2000元。靠，要2000块？你动作像吴宗宪哦，我规句话都要2000块嘞。哇，很呛哦！哇，宪哥已经离开了吼，你还是要跟他道歉，他一句话几句话不止2000。是，对不起，宪哥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您很贵的。不止，随便几句话就87,000。不过好可惜哦，虽然演技这么精湛，今天对手太强劲了。阿里伯丢囧哈，没关系。不安内啦，既然你今天是嘉宾的串场，那你有福利。这样好了。请你发表你本来想感谢的对象的致辞，但是我有条件，请用沈金发的身份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现在要召唤沈金发出场？对啊，我都变成乔安，你就变金发？可是我不确定。我今天想冲啥？是啥情形？你冲啥小笼包啊？平常你在哪位啊？平生你的到位，那边，对，就是恁，哈，无得奖就无得奖啊，安那，啊，凡是迄个公司一报唔得名，我应该报最佳男主角，安尼才唔对。啊，对啦。好，一下，哎，吴鹏凤，可以知影恁爸鞋啊穿几号，我穿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是做了很不礼貌的事情。你是秀琪吗？刚刚金发骂评审，这是不对的，太没礼貌了，赶快道歉。评审，对不起，我安娜，我都讲唔对哈，为什么我的洗手蕊你空空，你实在你？掌声鼓励一下。你今麦是啥人？我是秀琪，我秀琪啦。他是我最好的搭档，都不用 cue 他自己这样。哎，安娜。掌声，再次谢谢盈萱，你太大气了。OK， 好，言归正传，接下来颁发的奖是大奖，众所期待。你对于这个奖或是入围者，你有研究不？有。你讲。双料入围很多。有两个双料入围。有温升豪，
还有龙哥都是男主男配。龙哥哦，对，依照刚刚发生的事，双料入围两个得奖是有可能的，恭喜！但是哇，可是两个只能选一个的话，有没有别的依据啊？也有可能是入围的次数。比方说洪都拉斯洪哥映山争艳，还有那个林哲熙都是首次入围，第一次恭喜。对，然后世贤哥已经入围过一次了、哦，那今天是第二次，那就是我们与二的距离了啊！加油加油！那还有呢？那吴正迪、吴康仁入围三次，加今天四次，那事事如意啊！加油加油！对，那温升豪呢？入围不对，我刚刚讲错了、哦，他们前面两位呢都入围三次，然后温升豪是入围四次。那等一下温升豪等于今天第五次了啊？对，好，那龙哥，龙哥怎样？六次。哎呦，那今天七次 Lucky Seven 应该是对、哦，所以应该要先恭喜龙哥了吗？哇，这个他说的不算哈。对，沈清发，安娜。我袂使讲对话哦，你袂袂使你乱预测啦，迄代志拢爱是评审决定，唔是你大家讲还等来等来来，小琪，哎是，小琪，我的神经病哦，这你来讲的啊，这就是演员呐、啊，多么令人敬佩，欢迎颁奖人另外一位好厉害的演员吴康仁，还有沈清发，吴康仁，啊被你冲杀了，出来啦，后来你把人家派。